你们两个可以到我来一盘，来一盘，来一盘。他那个时候上面只要撑住都没有问题，这里会有点累。我懂。手会很疼的，光光下手会很疼。与我们学弟保护你们。两位阿姨，哎，这样子，不要撑肩膀，反正我是不难做。这样子可以增加点长度。那个学姐，你们待会儿，那只要你抓了我，那我应该能拉你。你抓我。来，手机在这边吗？你舒服吧？这个手肯定会不舒服。你这样，这个里面的手舒服吗？舒服的呀。啊，可以这样可以撑。可以吗？到时候长了你再慢慢。你要听你稍微出来一点，你要听你稍微出来一点。我出来就下去了。这距离不够了。你们慢一点好了呀。差不多了。好，下次挑战。